久违的长大了以后先出来钓鱼，今天能钓上来不？第一次玩肯定得需要一个教练，我你才能选。啊，那我就不用那么难的吧。我的天，你看看，这挺多人啊，这我散光，我得戴眼镜。你看人家钓上来了，谁挂底啦？什么叫谁挂底了？挂底的就是钩挂着底下东西拉不上来了，底下缠上。那他为啥会说谁挂底了？谁救姐啊？哦哦，两人在前，两人在后。哎，打开保险开关了，然后就可以抛头，抛头松手就行了。哎呦我去，甩出去了吗你？哦，甩出去了。哦，我甩了。哎呦，我甩出去了，不仅是出去了，然后抛头不太对。啊，不太对，我要再甩了。我甩，没开呗。越打越打越打。哎，咋还没前面缠线了？好像教练都怕了。来来来，分开，别扎一块。我这缠上了，我这才刚开始，他缠上了，这怎么解得开呀？这爹小时候就搬个板凳，拿个小树枝拽个线，就在小河边都能钓上。哇，你看人家钓的，你快拍，一会儿我就剪成我钓的。哎呀，我解开了，我解开了，我好像把它弄得更复杂了，完美完美。哎，那还有，我怎么这么多个结？这里面还有翘嘴儿。好了好了，我给你甩一个，老师，非常的厉害。咱就是说，这样这样，哎哎不对，这样，给大家表演甩一个。哎呀，来再来一次啊，走。那个缠线，哎呦哎呦哎呦。哎呦哎呦呦！你咋没甩出去呢？线缠上了，感觉就是吊一下那个。小心小心，快让开！哎呦，差点没把我自己甩下去，我差点没把自己甩下去，差点一脚踩空。我估计我甩一天这也甩不到小鱼儿。哎，我这掉了个啥呀？我掉了个树叶子。稍微摇慢点。摇慢点，对，摇太快，它鱼都追不上。哦，鱼追不上，鱼得坐火箭。嗯，刚才我爸问我说：“你们到了吗？拍东西给我看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出门呢，那么早。”他说：“你还没出门呢。”他说：“你没听过早钓鱼，中钓甲鱼，晚钓虾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了。”他说：“你钓个屁。”我说：“我肯定能钓上，你看着吧。”被我爸一顿嘲讽，笑死。这真能跳上来？钓多久了？哎，钓两三个小时了，上了第一条。哎，这样提就行吗？呼呼呼呼呼！我这像菜市场买的鱼，勾上去，挂上去的。哎，真的好像我刚刚两三个小时打了个车跑去菜市场买了条鱼。啊，哦，它有牙齿，有牙。一会儿再把你钓上来，我喂它吃点草吧。哎呦，走了，嘿。完成了，要在三个小时钓了一条，就看见你们陆陆续续都在上鱼，就我不上。哎，咱也就不知道为啥，还是我喊的来钓鱼，结果这个线还是锋利的，给我拉破了都。没事没事，血都没出呢，这小伤口算个啥的。又一条。哎，这条比较小但还行。哎呦哎呀呀，甩我一脸。叽叽叽，你下去吧，把它放这儿。可以啊，今天任务完成，一会儿吃饭，把鱼给那个叫什么烤了。哟，开烤了啊！那个什么羊肉串，什么一块五一串，刷刷刷，新疆羊肉串一块五一串，非常专业，咱们就是。网都歪了。没事。哥，你这像个 DJ。我这是那个羊肉串当 DJ。今天这鱼钓的是，这小胳膊都给钓酸了，这钓了多少个小时才钓下来两条，钓完马上立刻回来。好了，行了，呵呵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我的歪嘴特效。为啥我歪嘴啊？可能我已经老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不行，有些还带血丝呢，翻一下面就行。我觉得其实烤串也挺好玩的，真的。哇，油刷多了，都变成炸串了。给大家听一下。哎呦我去，差点给塞进去。天啊，这一弄完以后再一摸狗，巨香。我跟你说，看人家那个烤烧烤都这么撒。
笑死，都吃辣吧，这回就有了嘛。好的，把那其他串都拿过来，都让它烤了。最近这中药反正是全白吃了，咱也说完美。哎呦，我烤的真不错，我尝尝替大家，真不错，不好吃，我刚尝了一口，看着感觉挺香，太淡了，但我其实撒挺多盐了。现在不是讲究低糖低盐吗？咸了，巨咸是吧？太咸了，你抖抖吧。抖了抖了，将就将就吧。再拿一盘过来，然后我给大家再烤点。哎呦，这个刚好。小黑，可能刚砸了砸。出门带狗出来玩，在露营的地方，真的，一眼看不住，马上啊，偷吃，到处走，游走，主打一个游走。今天没主食，就疯狂吃。哦，好久没有出来吃串了，真的。我给大家烤个鱼啊。鱼咋烤？能熟就行，要求没那么高。还真挺好玩的。但主要平时录节目真不敢烤，因为怕人家一人吃拉肚子。真的，我就坐那儿，就坐别动就好了。把衣服拉上，不行，我的补光吧，补补我的面光。笑死！你别烫，我不会。我尝一下这回这个咸不咸？哎呦我去去去去，巨烫！嗯，可以，呛着。开摊了。哎呦，这鱼是有点重量啊！今天钓的这鱼，两斤没有吧？反正挺重的，倒是真的。假的鱼啊！钓的鱼自己卡。钓了一个什么多大的鱼啊？都叫成这个样子，他们。帅不帅？我可太帅了，陶醉的不得了。专业吧，这个好看。要看看你鱼。哦，挑图呢。我觉得不用放盐了，因为它这个辣椒酱肯定咸。鱼估计得烤会儿，是吧？看起来老香了。要一个大盘子，六个碗，然后六双筷子。嗯。准备吃我们今天钓的鱼了。上盘，上盘，我都在咽口水。熟了，但味道有点难品。放上，我要演出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天哪，再尝一口，挺好吃，真的。